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格柔飞整形外科医院的市长，现在请市长跟大家打一下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柔飞整形外科，医院孙海莹市长。大家好，孙市长你好，你好。今天呢，就是有一些客人他会涉及到预约的问题，那大家就想比较了解一下，我们医院大概什么时间段比较忙？我们预约什么时间比较好一点？我们医院的话是从周一到周六，周六是到五点钟，对，所以说每天可能都比较忙一点。但是我们家的话呢，等待的时间不是说非常多，因为我们家是7天前，前预约，然后是一周前预约，然后是完全是预约制的一个制度，对，所以说，对于这个时间方面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提前去跟您沟通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比如是说有些人他就比较喜欢人多的时候来，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比较喜欢您就是这个时间段就是一对一对我去咨询，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星期几比较好一点这样的一个推荐？星期一和星期六是最忙的，最忙的时候，所以说，想要人少的时候过来的话，那星期二到星期四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然后以前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人多的话比较好一点，但现在是有疫情嘛，所以说人多的话，可能大家也不是说特别高兴，所以说比较担心。对对对，比较担心。对，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家完全是预约制的。对，完全预约制。好的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是说希望大家就是提前在微信上联系一下您，沟通一下，对，这样的话呢，还是能有更好的一个咨询。对，然后提前也可以跟您沟通一下，我希望更详细的咨询您给备注一下。是的是的，而且他想要什么时间，什么星期几，几时，这些我们都可以提前帮他预约。好的好的，谢谢市长，拜拜拜拜。